然后谢谢大家。温馨宝宝，温馨宝宝说你好。请哥哥好。谢谢来看公演的小伙伴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。最基础的东西，然后说你跳舞跳得很与众不同，让人就是记忆很深刻，然后就是喜欢我跳舞，你的眼光真的很独特。然后另一个是因为就是像说我喜欢就是你跟马老师之间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因为这种的。然后但是现在马老师已经有海涛了。对，现在马老师越来越火了，感觉他已经不需要我了。女人嘛都这样，薄情寡。马老师听完这句话以后走了。对，真的不是因为这个走了，是因为海涛哥哥走了，马老师就走了。我真没有见到这种你做的漂亮老师。真的吗？我觉得看不看我无所谓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给我下场的 C 呀、啊。好，谢谢。请大家继续享受后面精彩的 Unit 曲吧。